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悉无余故，注重在普照，诸安利海是讲诸世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性相理事因果都在眼前呐，没有一丝毫隐藏。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照，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佛经里面的专门术语，也是一般的原则。普通的原则，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佛门术语常讲参学，学叫参学，禅叫参禅，不叫研究，不叫研学，不叫研禅，叫参禅。这个参跟研究啊，有什么差别呢？参用智，研用实，不一样。识是什么呢？分别。研究里头，它有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他用妄想分别之处，眼没有离开，参呢要离开，立妄想分别之处叫做参。参的初步功夫叫观照啊，观是慧呀，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你慧就没有了观照。这个地方用个普照，好，普是平等，说明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尚且没有，妄想分别妄想尚且没有啊，哪来的执着呢？你从这一个字里头去看它的含义。立妄想分别执着，照见这个照啊，观照啊，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得定叫什么呢？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开始是观照啊，再提升一个阶层呢，照见，
这个境界你通通明白了。你看看这个每一位同修般若心经都念得很熟啊，般若心经一开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看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头一句啊，开行一切如来智慧海啊，行般若波罗蜜多啊，借着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就是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无有余故啊，照见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在智照之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诸位想一想，就以观音菩萨做例子去学观世音菩萨这个修学的方法，你要着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菩萨修学纲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这是智慧呀！智慧要落实在四相当中，如果要跟四相分了家了，这个智慧就落空了。智慧在哪里照呢？照的那个对象呢？五蕴呢？五蕴就是刹土众生呢。所有刹土众生都离不开五蕴呢。这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对的这个目标是有情众生的那么佛在世上为我们建立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呢？就在这五个当中。这个五条四上的修行呢，里面要有般若，就叫波罗蜜。如果这个里头没有般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诸位说全是修的福报，佛法里面讲五种福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天上人间
出不了三界。假如这五种行门里面要有了般若波罗蜜多，这五种是功德，每一种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那么由此可知，普照落实在哪里？就落实在前五度。现在在全世界啊，公认佛教的教旗，这个大家看得很多了，很熟悉了啊。这个教旗啊，你去看看它怎么设计呢？总共是六条，六条就代表六波罗蜜。用五种颜色来表法，每一种颜色代表一条，前面是单色的，单色代表四，就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后面一条啊，是五种颜色通通有，那一条代表般若波罗蜜。啊，说到这个地方，啊，人家就问这个佛教旗子是什么意思，你要能说得出来啊。由此可知啊，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宗派，大乘小乘啊，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都承认修学里头六波罗蜜重要啊。啊，所以正规的那个教旗，这个六条的这个宽度啊，应当是一样大。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是后面这一条特别宽一点，般若说那个都不如法啊，应当佛法是讲平等法啊，六条是这个宽度完全相等，你才做得如法啊。许许多多人不懂得教旗的含义啊，他要知道含义，他做起来就会做得很如法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要知照你才能了解，靠研究不行，靠思维不行，靠言说也不行。要亲证啊，那是真实智慧啊。下面一句，令一切众生尽至杂然的清净故。这下面呢，一定了。这一句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不错，这是众生海跟业海。众生的病
难治啊！啊，病从哪来的？病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病不例外啊！为什么难治呢？因为你的思想在根源上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病难治啊！遇到再高明的大夫啊，你没有信心呐！啊，根本的迷惑是什么呢？前面一句，你对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真相不明了。这个是一切众生呢，不能够与性德相应啊，与性德相应才是真正健康的，与性德不相应不健康啊。啊，你为什么不健康啊？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啊，只有轻重不同而已啊！所以现代的医生啊，高明的医生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啊，胜于药物。所以心理健康，肯定有助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生理上有病很容易治疗，他恢复得很快啊。心理不健康的人，那个病就难治了啊。为什么难治呢？他没有信心，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对药物没有信心，麻烦大啊。早年我在美国啊，有一位中国的医生在美国开业啊，也小有名气啊。我有一次感冒到他的诊所啊，聊天跟他谈起来，哎，我说医生给病人治病啊，病人好了不是医生治好的。啊，他愣住了，他说那怎么回事呢？病人的信心把他治好的。他想了一想，有道理，病人对于大夫有信心，大夫对于病人有信心，信心呢治好了病。药物是缘呐，助缘呐，真正的原因呢是信心呐。哎，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想了想，他说对，他肯定。啊，那是西医啊，中医就更不必说了。中医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看看。佛教众生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学啊，现在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啊，在理论上那要看众生的根性上根人可以给他谈宇宙的来源，
生命的来源，神圣的来源，可以谈。中下根性的人不能谈，他不懂啊。不谈没事，越谈越迷惑。他很难领悟啊。中下根性的人从哪里谈起呢？从这一句谈起。令一切众生尽智杂然的清净故，从这下手。这个是一切众生通通可以接受的，而且非常欢喜接受。现在众生身心杂然，非常严重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心理医生，这个在过去没有的。很多人疑虑，要找心理医生来治疗。他疑虑重重啊，向心理医生呢去讨教。可见的今天社会啊，问题很多，很复杂了，很严重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这个里面最好的方法，佛讲经说法三个原则。示转、劝转、正转。示是指示给他看，显示给他看，那孩子相当聪明哦，他一看就觉悟了。根性差一等的还不行，差一等是要劝导。有些人劝导他自己没信心，要作证，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他相信。这一种说法很明显的例子，《了凡四训》。你们读《了凡四训》，好好的学这一套本事。你看看云谷禅师教袁了凡先生，三转法轮呐，这个里头好几段呐，他引用的中峰禅师教训那几个读书人。中峰禅师也是三转法轮呐，很可惜，事相他都不懂。云谷禅师跟了凡先生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那是事相。了凡先生没有觉察。如果要是高明的人看到形象，他就觉悟了。这是真正聪明人。我们讲一般讲呢，上根的
中根就没法子啊！到下根人要提出证据啊！现在这个世间，上根人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一切大众要诚心诚意的劝导啊，劝导里面要列举许许多多的证据，这就是印光法师为我们提示的因果教育啊，因果报应的例子愈近愈好啊，当地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印象很深刻啊，很能动人心啊，当地报纸、当地杂志、当地新闻啊所报道的啊，当地里面找不到，我们才找古人的啊，找其他地方的啊，在台湾发生的啊，在香港发生的啊，在这个中国、美国啊、日本各个地方发生的。现在资讯发达了，尤其是网络里面有这些新闻，有些人多多收集啊。啊，来做这个因果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证据啊，我上一次在台湾讲经啊，黄警官啊，那是个有心人呐啊，他就在台湾这么多年来报章杂志里头所报道的这些因果报应的事，他通通把它剪下来告诉我，有好几百件啊，我听得很欢喜啊！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资料给我一些，他在里面挑选，选了大概有七八十个啊，印成一个小册子送给我，大概都是最近30年以内的啊，在台湾相当大的新闻，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近代的很有力啊，这我们今天讲说服力很有说服力啊，经历说这一条就是教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加持啊，我们把这些故事道理劝化人，这就是口加持啊，佛在这个地方提示是佛加持我们，我们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啊，特别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的示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首先的时候自己要做出形象啊，
换一句话说，自己要真学啊，真修啊。要把你修学的成绩端出来给人看呢、啊。啊，我学佛的时候没有福报啊，真正是世间一般人讲的贫穷下贱啊，我实在是这种身份的 啊一点福报都没有。但是什么？就是有一点好学的心，啊，有一点这个孝亲尊师的基础，啊，一生没有忘记求学，这一个缘很殊胜呐。那么在台湾非常幸运，遇到三位好老师，转灾难为福报啊！啊，你们。这一次这个韩馆长一些照片展览出来了，里头我没有想到还有我的几张，我出家的时候那一张照片，剃度的那一天照片，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我剃度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形象，在香港叶居士看到这张照片，他欢喜啊，这就是什么呢？转变因果的证明。相貌转了，体质转了，形象气质不一样了，这是修来的，这一生当中修得的，这个就是自己拿身体来做证明。我没有福报，能够变成有福报，修来的。我修得，你也能修得。我没有寿命，现在能有这么长的寿命，也是修来的。世间人所希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我这三种通通没有，都是在这一生当中修成的。我能够修得，你为什么修不得呢？这个就是形象摆在你面前的，这个就是做正转呢。
这个是劝化大众最有力的说明。抗战期间，我们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真的就像于金义向方福啊，过过很苦难的日子啊，这一天家里没有米啊，没有饭吃啊。苦人的生活几个人知道啊，我从那个里头过来的啊。那么今天虽然接受啊，各个地方四众同修的供养，我一分钱不敢乱用啊！啊，始终想到早年过的那个苦难日子，啊，今天世界上没有饭吃的，没有衣穿的，啊，像我从前一样艰苦。这个世间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啊，我要有福，我要有能力，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他们啊。新加坡许哲居士，我很尊敬他，他一生发愿照顾世间最贫穷的人，最苦的人，有病的老人，他一心尽愿，他一生真的做到。全心全力的付出，一无所求。啊，他修的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得的果报健康长寿啊，聪明智慧啊，财用不缺乏啊，今年104岁了。干得还非常起劲啊，他还想办老人院啊，希望办得跟世间一般老人院不一样的。我就问他什么不一样呢？希望老人住在他这个老人院就像住在家里一样啊，有孝顺的儿孙伺候他，这个不容易啊！啊，孝顺的儿孙到哪里找呢？他自己就是啊。啊，如果我们此地将来有这个缘分，啊，建立一个弥陀村或者是多元文化村。有这么一个机会啊，供养退休的老人，我会去找许哲，问他愿不愿意到这边来做啊，愿意到这边来做，我们这个老人院就请他做院长啊。
成就他的愿望。这些人都摆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证明种善因得善果。反面的例子很多很多。造作恶业一定感得不善的果报啊。今天这个社会因果教育应该摆在第一了。下面第三句，普摄一切诸大过度无所着顾。那么这个时候发了，向一切众生呢介绍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状况。我们佛法里面讲啊，实相啊，宇宙之间这些星系、这些星球，以及星球里面生活的这一切众生，他们一切事实真相，经文幕后这一句好，无所着顾，你要明了，你要知道，你不能够贪着其事啊，贪着其事你就错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境界就不能提升了，就不能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明了是智慧啊，贪着是烦恼啊。智慧里头掺杂烦恼，这个智慧就不是真实智慧了。我们今天就堕落在这里头啊，智慧里头夹杂烦恼习气啊，所以华严稀有难逢的大经呢。你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学佛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一生当中遇到华严经的实在不多啊。遇到讲华严经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的，那真是稀有难逢。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有缘遇到了，遇到了又怎么样呢？遇到跟没遇到好像没有两样嘛。
这是事实啊。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学习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没有三福六合的根基。这个是基础的基础啊。从这个基础再建立，就是三学六度的基础啊。我们没有在戒定慧三学在六波罗蜜上真正下功夫打基础啊。所以遇到这个法门等于没有遇到啊。要是说一句好听的话，阿赖耶里面呢都有点善根，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能不能起作用呢？起不了作用。必得有根底的人，他学习读诵能有悟处，这个悟处能够帮助他起入境界。小的利益能帮助他改善气质，在生活上得到真实的受用。小利益啊，《华严经》里面讲诸佛世界讲得多啊，我们在前后面还要说，底下一品世界成就品，在下面华藏世界品啊，这两品经讲的就很详细，专讲这个问题。但是佛在此地这一句忠告啊，我们奉佛这一句开示教诲重要，要无所着苦啊。凡夫之人总离不开贪着，要无所着，你才能遍游法界，那个得大自在啊。啊，着就坏了，啊，着就有住，住在那个地方呢，啊，你得的一点点虚空法界失掉了。那是烦恼，那不是智慧啊！智慧开了，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才得大自在啊，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这是佛菩萨啊，凡夫搞颠倒了，他要据为己有，不知道享受，你可怜不可怜？
啊，最明显的财富，啊，他发了财了，据为己有，啊，把财富据为己有，囤积起来，不知道拿这个财富去修福啊，他不知道啊。啊，甚至于啊，省吃俭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大富人家，生活真的很节俭。啊，那些钱财现在是在讲钱财都在银行里，啊，每天看什么呢？银行账单，看阿拉伯数字，去享受这个东西。死了之后，一文都带不去。看守几十年，到最后都是别人的。愚痴啊，愚痴到了极处啊！啊，没有智慧呀！啊，真有智慧的人，才也来了，晓得这个东西从面前经过，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但是从我面前过呢？我有权来支配他，要拿他来做好事啊！啊，什么叫好事呢？利益一切众生。啊，利益众生里面最大的好事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你只记住这个原则：帮助众生觉悟的，这是第一桩好事，这是佛事。佛是觉啊，佛事就是觉悟之事啊。啊，事出世间第一等好事啊。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修福了，你就会呀行好事。觉道就是佛道，觉道里头头一桩大事情要培养觉悟的人，啊，要帮助觉悟的人，有了觉悟的人再培养觉悟的人，你看看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出现，就一个觉悟人呐，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做好事啊。啊，如果不请佛住世了，佛就入般涅盘了。啊，这个机会呀，被禁居天人拿去了。金居天人看到释迦牟尼佛视现成佛，赶紧从四禅天下来，啊，他是四禅五不还天的下来，变化成人身，祈请佛法，请佛住世，请佛转法轮，这个功德他们做去了。啊，所以做功德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功德轮不到你。哎，有福报也不行。啊，尽居天人来祈请。啊，那佛就住世了。啊，住世怎么样呢？马上就办学啊。啊，办培训班呢、啊，他的培训班就落叶云。五比丘教五个学生，啊，一生没有离开教学，一生都在办教育，都在培训人才。长随弟子，我们在经常看到的，1255人，
这常随众啊。当中有一些上根立志的跟佛学习啊，学习成了之后教化一方，那是菩萨们呐！啊，虽然这些菩萨、大比丘们到各个地方去讲经说法，啊，在那里教化众生，每年下安居都要回来接受再教育。你说这个教学的制度多么好！佛灭度之后，这个制度还是留下来，没有废弃掉。啊，哪些人来主持呢？大弟子们。啊，所以下安居士再教育啊。啊，平常你教别人呢，这个三个月的时候自己来学习，要把自己的道德学问向上提升，永远不断的精进呢。啊，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从事科技的人年年都要受训，再教育。啊，不再教育他就落伍了。这个再教育是我们佛法提倡的，释迦牟尼佛在世提倡的，下安居是再教育。佛门这个教学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制度方法应当发扬光大。好，今天讲到此地。